今日，请坐。啊，真欢喜甲大家熟悉啊！啊，原来我的时间拢排伫点半吼、啊，不过咱有两点钟够通讨论即个宗教问题吼。啊，我目前是伫即个中央大学台湾研究所做客座教授，我教即个宗教史。啊，两学期，一学期是世界宗教史，第二学期是台湾宗教史，哦。啊，所以我用咱的爸母话来讲演哦，我保证咱绝对听有，因为我的台湾话哈、哦、是真标准的哈。也捌伫国家教育部吼阿扁也做总统的时哈、哦，我伫遐三年做本土教育委员，负责推广全国25县市的这母语教育啊、哦。啊，所以我有写一本册伫遐台湾。台湾新民文古诗，迄毋是对基督徒写的，迄是对国中小咧教母语的教员写的哈。内面我有讲起这标语的由来哈。但我的责任就是讲宗教。啊，真侪人吼唔捌这个什么叫做 religion， 叫做宗教，因为这个共政府吼，这个阿爸政府外来政权吼，无咧甲咱讲宗教教育，干那讲因。啊！你讲无，如果有确定，我会分析，恁就知影有哦。吼，因为因的国家宗教的教育啊，啊，正规的这个科学的宗教教育，咱无找无这款的教科书啊。所以，我的责任就是对科学的立场来分析宗教。但第一个概念哦，啊，咱来知影宗教的经典，不是基督教吼，佛教也是同款。伊斯兰教同款，印度教同款，锡克教同款，基督教同款，波斯教同款，犹太教同款，日本的新道教、哦、中国的儒教、道教拢同款。因若有经典，即、這個、scriptures， 经典的用语、经典的文字，毋是科学的语言。讲神、讲天堂、地狱、讲末日审判，迄科学袂当证明，迄是信出来才发生作用吼。即、哦、我大声爱声明，哦，信出来。才会发生作用。啊，宗教咧宽深，讲到道德，道德有哪，各款宗教的道德也拢无共哦。这个概念咱来真清楚哦。啊，佛教的道德观，食菜袂使杀生哦。啊，其实袂彻底啦，你拍一个加就着杀生，你目睭看袂着呢，细菌死几亿个吼，都有哦。吼，啊，所以迄拢是无看啦，定啦吼，迄无可能无杀生啊。啊，因为这个在自然界下面啊，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啊。啊，日本的佛教的和尚哦，出家众，唔那无食菜，搁食沙西米，甚至食牛排，搁娶某，搁生囝，哈啊，所以咱唔通认为佛教拢食菜嘿。啊，那是南传佛教啊，南传佛教这个斯里兰卡、Burma、Sham， 人供养你什么，你就食什么哦，哈。所以遐无咧食菜嘿，供养你鱼食鱼，供养什么的什么哈、哦，因为伊无杀生啦，所以宗教诶，这个敢那一个宗教伊道德观都拢分歧无同款。基督教讲食牛排身体该用啊、哦、啊，这是伊道德观。啊，偏偏一个印度啊，印度人啊，当然印度教是因为民族宗教啊、哦，啊，印度人真尊敬这个牛。将牛当作是巴润呐，天神的化身，所以那咧落雨就是这巴润呐，饲伊牛奶吼，伊、哦、就是只大只乌头牛吼、哦，啊咧滴牛奶伫大地都会生产物件，所以牛就是因的神。啊，这只牛吼，那上搞怪吼，印度带了带袂掉，甲走去巴基斯坦吼，迄、哦、信咧伊斯兰教，就是咱所讲回教吼，我、哦、回教就讲啊，这只牛来啊，得甲饲哦，肥肥，有一日得变作千斤牛吧啊！因为这个穆斯林，回教徒这个穆斯林哈，穆斯林是食牛吧，无咧食猪吧。啊，印度那真尊敬这个猪哦，所以恁人想讲讲到道德啊，达官宗教拢咧宽身，我甲恁讲，达官宗教所宽的身拢无同。哦，基督教一款的身，佛教一款的身，达官宗教拢咧贵啊！达官宗教贵拢无同哦。哦，恁当想讲鬼拢共嘿，哦，一个概念叫做鬼，所以吼、哦，我是基督徒啦哈、哦，
啊，有一款基督教专门拢咧叫人信吼，医病赶鬼吼，毋去找病院吼，啊，精神失常赶鬼。迄若拄着我，我第一第先就甲问讲，啊，到底你犯着鬼？你犯着什么鬼？是印度教鬼，啊是佛教鬼，啊是台湾鬼，啊是伊斯兰教的鬼？伊一个大嘴开啊哈，敢若一个鬼的概念啦，尔。各款宗教的鬼的观念都无同哦。哦，这是宗教信仰吼。啊，你要徛伫科学立场来了解宗教的困难的所在。台湾鬼是人死病的呢，一个人专门鬼呢。哦，咱要进入本地进前吼，我先分析互恁听。台湾人因为受道教的影响，一个人有十条的魂魄，叫做三魂七魄。三条灵魂呢，啊，这个肉体七个物鬼呢，啊，死后呢，吼，各有归宿。恁敢有想这个问题？啊，死后三条灵魂要去对啥？要去对呀？恁知影这个解答阿无？受三观宗教影响啊。第一条受佛教影响，要去轮回啦。吼，啊，所以就甲变一挂这个道士吼，那挂个三千的这个。迄个插啦落来，啊！你上镜的时阵，啊，着挂迄个十殿阎罗、十八地阁，迄套就是不搞影响啦。第一殿金刚王，最后一殿是转轮王啊。照你生前的这个因果业报，啊，正过得过，正道得道嘛，吼。啊，看有安尼歹心，无得恶心肝，啊，恶别看册，哈，看迄 playboy 得恶目睭，啊，讲教死人，得好车教，吼，你有看无，哈？啊，拢无咧枪毙的，因为咧捉弄我，一款的想法。啊，到最后咧，后来你的罪业拢清算好势啊，哦，就去转轮王遐，甲你判断，啊，你生前有做啥物，做啥物，做啥物，安尼好。你鸡汤食伤济，鸡胎伤济食，判你去做国国家啊。啊，你要去做国国家进前，就搁去明报亭咧，啉一杯明报茶，将前世的一切啊，拢袂记哩了了。比如用我做例啦，哈，你这当伯伯，哇，你这鸡肉啊，太过鸡啊，鸡排食太济咧，哈，啊，所以判你叫做国国鸡，啊，我若要去轮回做鸡，啊，万一若真正做鸡，想着讲，我以前咧做教授，啊，即摆咧做鸡，鸡做袂好势啦，会磕头死啦，所以爱啉一杯这个明报茶，哈，或者健忘茶，啊，家己转世，有轮回转世是对什么宗教影响不高啊？不够，哦，啊，这条解决了，啊，三条灵魂的三门七魄的，要两条呢，哦，第二条灵魂吼，台湾人，因为受到这个传统信仰的影响，死要去倒落，要去阴间啦，要去苏州卖鸭卵啦，啊，你去阴间，嘛得办移民手续呢，啊，要去阴间移民，这是道教的影响，甲民间信仰的影响，啊，咱吼，咱咧办要去阴间的移民手续。叫做做神啦，啊，恁听有啊啦吼，做功德啦，什么人咧娶啊？道士咧娶，吼啊，查甫有查甫的功德，查某有查某的功德，吼，啊，就办咯。咱要去移民美国一边就够呀，加拿大一边够呀，要去阴间移民偌麻烦呢，得七十九日至少办七遍呢，七巡呢。啊，若有钱人办到100日，啊，得个阴间是一个消费世界，得个高抓住会大哦。就去阴间的土地公啊，登记地契哦，吼、哦，你有看迄个道士咧写无？阴间拢有地契哦，吼、哦，中山北路二段几号，迄拢别来哈，啊，刷落去，阴间拢用钱哦，啊，阴间的钱，迄新台币100块买四座大字，几啊字，就是银纸，大银小银呐，这 cash， 死人我拢用支票哦，哦，你有想到？台湾的死人吼、哦，要去阴间移民用支票呢？支票或者靠钱啦，靠钱啊，欠人的钱拢开支票，或者子孙来去拿。吼、哦，所以过路就着，后厝后支票吼，通、哦、用啊啊，所以每年吼、哦、啊，每年拢啊为靠钱个为一遍，少一寡靠钱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时代人生前吼爱跋六合彩啊，啊阴间冇六合彩，袂唔拄好啊，一寡六合彩给你跋了了吼，不要紧。好子孙来去找笑，啊，靠钱来甲签我迄个外人去找笑就好啊，哦，啊，阴间是一个消费世界，啊，所以吼，啊，拢无咧专家，敢那大啊，享受安尼啦，所以第二条灵魂就要办真复杂的手续，哦，
哦，查甫有查甫手续，查某有查某手续，就做功德，互去阴间移民，互牛头马面，吼、哦，遐阿爸警察唔敢甲掠，吼、哦。后来这是一个第二条的灵魂的归宿。啊，这条那保证讲安尼好去阴间会当住，嘛得爱最后嘛得做一张戏呢，叫做人饶，啊是人巧西宫戏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拢捌看到西宫戏吼，拢伫黄昏的时，伫遐咧做，哈、哦。啊，即场个西宫戏吼，迄、外国人都看无啊。我有一个朋友，那大教授外国个吼，即三 D 国个即个人类学个教授，伊讲恁台湾人足奇怪嘞，啊明明着穿乌衫乌裤吼，啊好男好孙好色，黄昏个时违规定伫遐咧烧纸厝，吼、哦，啊就烧纸厝，啊搁烧迄个纸钱，先煞做戏啦，啊上人是咧。人是咧伤心嘛，宋叔是咧伤心，伊毋是啦。看道士咧做伊，佮笑甲咕咕叫，特别遐孙啊，欢喜甲要死。我讲我知影，你看到甚物？看到人咧人老啦，啊，看到西宫咧做戏啦。我当然爱快乐啊，因为移民成功啊。伊讲人安尼死吼，在台湾死袂歹啦，哈、啊，会当去阴间移民啊。哦，第二条灵魂解决啦，第三条灵魂咧，哦、啊，这是灵魂观念，迄无共款咯，迄鬼是安那来哈？啊第三条灵魂哦，都爱，即个拢总清气想了后，哦，得甲带转来厝里，点住甲炉，哈、哦，啊，那是甲炉，迄个公妈牌位啊，就一片房啊，写伊个死者的名字，当时出世，当时过往，哦、啊，那甲功夫写伊个迄个简单的字迹，啊，那是一个叫做新主，哦，得甲带转来厝里纪念，所以台湾人老拜公妈，吼、哦。那是你唔知影，一条灵魂甲恁做伙住哦，活人甲死人做伙徛哦，迄叫做拜公嘛。这条灵魂袂使随便甲放上，会变作鬼。后来，啊，这台湾的鬼吼，第一个鬼就直接走出来。你去信耶稣，无人甲服侍，这妖鬼孤魂啦，迄七月半鬼，就是去仙安尼。啊，所以第三条灵魂就是儒教的影响，有神将对阮的意义。哦，一个佛教讲轮回，一个道教甲民间信仰讲阴间移民，啊，最后儒教讲神将对阮。吼、哦，你得要甲神将对阮呢，你若要甲拜吼，我乃变作妖鬼孤魂呢，就是咱咧普渡遐物件，遐好兄弟啊，无好姊妹啊啦，哈。啊，七魄咧，肉体啊，肉体要解决嘛爱真功夫。哦，肉体要解决，就爱用好的福山的棺木。保留这个尸体，所以台湾人对七魄的宗教行为，就是尸体崇拜。啊，尸体崇拜，哦，你做丧事的时阵真功夫，哦，你有看迄个，迄袂使马虎哦，咱的丧事是非常认真哦。迄个入棺入殓的时阵，大家讲一点东风加一木，子孙代代祈福落下面哦，子孙来讲哇，你无听的，啊，即马较简单啦，一点点子孙先哇安得好哈。吼，无咧念几套诶，啊，二点啥物东方平，迄个南方平定会，啊，子孙代代得家会，下面就发讲有哦，吼，迄是非常认真哦，对付这个欺骗，哦，啊，然后这点点文安尼拢总讲了，埋葬，袂使埋葬都刷呢，迄都去巡山呢，啊，一年都做对年呢，清，这个清明前后十日哦，都去扫墓呢。哦，搁一遍强防这个欺骗，所以尸体崇拜，只要你有梦的存在是永远的。啊，即马台湾人较文明啦，一挂骗甲消失了了，拢用火葬的，啊都无骗啊咧，无骗啊哈。说是那是用土葬，以后的子孙袂记你这门梦，啊，将来个挖起来，骨头翘翘的哈，啊都唔知影是无主孤魂啦，啊是无主孤魂啦。啊，得用黄金网捡起来，啊，用一根苗啊，啊，甲起一根苗啊，互伊带。啊，那跋筊人还是贼啊，啊，去下了那是有通，吼、哦，迄无咧分是非的啦，啊，得有求必应，吼、哦，啊，得有因果啊，得走出来啊。啊，那是足济骨头合作伙，叫做万神同啦，万神同归啦。哦，即款咧拜骨头，拜即个七魄，无人照顾的七魄的苗吼、哦，有够济。男女共同啦，普渡公啦，遮地公啦，吼，啊，啥物是阴阳公啦，吼，啊，圣公圣妈啦，吼，啊，促吉公啦，吼，迄讲袂了，迄就是咧拜骨头啦，
就是撇的崇拜。哦，我咧讲鬼就是讲到这，所以台湾的鬼吼，吼、有够多啦，啊、有够多。公妈迄条若要甲拜，哎，变作鬼啦。骨头若甲放杀，无输孤魂，也变作鬼啦。啊，阴间移民迄条若要甲照顾，也变作鬼啦。独独跟那迄个佛教应用迄个轮回，迄面未变作鬼。这叫做台湾鬼，啊，台湾鬼的形成啦。啊，佛教嘛咧讲鬼啊，啊，佛教鬼安那来？佛教鬼较简单，因为佛教讲因果业报，正果得果，正道道得道。佛教讲三世因果。啊，讲六道轮回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啊，照咱的这个因果业报，哦，啊，我要做鬼无遐简单哦。道行若想好，都去做神啊，天道做神，像个天龙八部的，吼，啊，较差嘛当做阿修罗，啊，较差就是做人，啊，人嘛分阶级啊，啊，好业人、善良人，这是佛教的讲法，哦，正果、地果、正道、地道，啊，刷落去。三道就歹，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。畜生道歹讲，鬼就是恶鬼道造出来，所以不教鬼千篇一律拢是妖甲要死，即落头壳足大粒，四肢闪闪，敢若外星人 ET 共款，吼、哦，迄型的啊。啊，若地狱道的鬼就无法度人放出来，所以不教鬼简单来讲是轮回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也要分别的。不教鬼是轮回出来哦，毋是人死变的 A 哦，哦，所以不教那即个出家众。哦，那是出家了后，伊根本都六亲不认啊啦，啊、哦，比爸母较大，哈、哦，唔免安那友好，所以基本上不教都是不咧拜过妈，所以不教鬼是轮回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基督教鬼咧，还过一款，哈、啊，所以我咧讲，犯着鬼吼，咱这个观念爱弄清楚，啊，犯着鬼，基督教的鬼是唔是人世变，是堕落的天使，啊，上帝创造天地了后。有一寡即 angels 天使有分较好较歹，啊，若唔听上帝话，天使像人唔听上帝就对落，诶，人就对落啊。迄款诶天使就是魔鬼。所以基督教所咧讲诶鬼，唔是人看得到迄款妖魔鬼怪迄款诶鬼，是种诱惑 temptation 一种诱惑者就对。啊，咱见唔着基督徒无？哦，若有基督徒举手，互我知影有无？好、哦，我点着一个。恁知影吼？耶稣起头要去传道的时阵，有拄到啥物魔鬼，甲伊诱惑有无？圣经讲魔鬼刺，其实迄个刺的原文是诱惑啦。因为人性常常会拄到诱惑，吼、哦，第一个诱惑就是食物，吼、哦，禁食42暝，枵到半小时，吼、哦，讲我有迄个能力啊，我若用石头变做饼。同样的道理，我若变巴鱼，东宝就用我做救世主啊！耶稣讲：“嘿，不用你咧，这款的诱惑是魔鬼，这个魔鬼的我诱惑，哈、啊！所以讲，人的我唔拿我个饼，就乌巴坎甲征服去。第二个诱惑变巴鱼，吼、哦，你有这个也要惊心车，带伊去这个极端的圣殿的尾流，你若掉落去吼，几百公尺跳落，拢无受伤，吼、哦。”因为有记载讲，佮引用圣经吼，伊要找暑假福利，免得你个脚搭着石。耶稣讲，唔是啊，要做一个正直的英雄吼，唔是用变巴鱼的能力啊，哈、哦。所以，哦，无得气住，无得气住，唔通搞我诱惑啊。我是有心计啦，无得气住你的上帝啊。啊，第二诱惑佮乌目看，第三诱惑，无来做正直领袖好无？哦，魔鬼哦，这个诱惑讲，啊，无我来做革命家。魔鬼出来到极端的山，用天的万国可以看，就是要做王嘛。哦，耶稣讲这唔是啊，这甲我来世间的目的无同款啊。我是要救全人类，等于救恁犹太人咧。啊、哦，所以就拜主你的上帝，独独服侍那点。啊、哦，所以耶稣哦，诱惑得胜这个魔鬼的诱惑了。圣经讲有天使教来说，因为我伫这个善的律这边，不是歹的律，伊无受诱惑。哎，这款的故事吼，佛教哪有呢？释迦牟尼，有哪有受过诱惑呢？哦，魔女来个诱惑，跳舞诱惑，释迦牟尼有哪无咧差别？哦，所以这教主拢得胜诱惑。啊，基督教所咧讲鬼吼，看会见鬼，迄叫做 ghost 幽灵呐。哦，幽灵，幽灵大部分是会恐惊。无像台湾那个鬼人足歹，互破病，袂啦，啊，
所以，逐款宗教咧讲鬼，哦，偏偏一个概念叫做鬼，也无共款哦。伊斯兰教鬼搁一款，其他教的鬼搁一款，锡克教的鬼搁一款，哦，安尼咱知影无？你讲道德，你讲那是无共款哦。你讲神也无共款，所以这拢总是信仰语言，信出来，啊、哦，信出来。后来，但这个概念吼、哦。啊，阮研究宗教史的人的困难，就是因为你所面对的宗教是一个用上天语言，即symbolic language， 上天语言来咧帮助人经营人生，这就是宗教。哦，啊，佛教有另外一款人生观，基督教有另外一款的人生观，民间信仰有另外一款的人生观。哦，啊，即我渐渐来分析。台湾咱所看的这个宗教。传统第一强的，哦，这马英九去到庙里也要拜，啊，小英也要拜，迄叫做民间信仰，庙有一大堆民间信仰。啊，过来就是道教，民间信仰靠当地法师道头，迄无够看嘞，啊，嘛得爱嘛得爱一挂正式会当甲天交涉的，哦，做少你甲天交涉的，就是道士啊。啊，台湾的道教拢挖民间信仰的存在，啊，死哦，要去超度嘛，得爱靠道士啊，所以民间信仰甲道士都连做伙啊。啊，这款宗教对人生的看法，拢用儒教迄套，人是天生第一样，千算万算唔得了天一位，天一人不如人，人是人一支骨吼，咱拢不听的吼。啊，什么因缘天注定，不是每个人卡够行啊。啊，有囝有囝命，无囝天注定。吼、哦，听起来那像条条拢是道理。不过我甲咱讲，唔通信嘿，这是有宿命论哦，宿命论的迄个意涵伫内底。台湾人头壳空空，就是甲信落去啦。有囝唔是有囝命啦，无囝医生会注定。你若无囝，就赶紧去妇产科检查，也当靠天。哦，看什么人出问题，查甫出问题啊，查某出问题。啊！你要生双生嘛有可能，啊！若未生，要用予你生嘛有法度啊！所以有囝毋是有囝命，无囝医生会注定。啊！台湾人都无法度啊，拢靠天啦！啊！所以安尼啊，若安尼艰苦到要死啊，分命不怨天呐、啊！趁钱趁无食，怨叹天呐、啊！我甲恁讲，你若趁钱趁无食，来怨叹迄白贼机啊！迄行政院所主导的财政部。甲经济部长，迄是恁的责任嘛？为什么这个管理哦交代恁啊？你给我的同胞，安尼遐尼善用，这经济部长的责任嘛？这行政院的责任不要想咧，拢归伫咱的命运。啊，恁唔通相信命运嘞？讲到这的时吼，这道教有一个叫做占验派，占验派发明规套这个命运。啊，命运的道理害死台湾人，无迄个性命共同体。啊，拄着苦难，拢怨叹家己的命底歹。啊，命底歹有几啊招？因为这个华人的命运论吼，讲落土时八字命。啊，命未改哦，命未使改的。啊，运会变，靠你积功德来改运，靠宗教仪式来改运。哦，大概是安尼，命未变啊，运会改的。啊，就袂信邪咧！我安尼讲，因为这套命运天定的观念，变作时间宿命。落土时八字命，就是时间宿命嘛。啊，时间宿命就看生辰八字啊，啊、哦，年两字，月两字，日两字。啊，查甫叫做乾座，查某叫做坤座。当时出世的，因为西洋是24小时制，华人的时间是12时辰制，主时。11点到7点，休息1点到3点，饮食3点到5点，卯时5点到7点，哦，注定引爆神机过密，心有四害，用安尼来算的，所以积极体来，拢都是八字。啊，所以台湾人若相信这款神经八字的吼，人变作插头红啊，啊，出在这个八字底下，你甲你算来算去，娶某摕八字，生理就摕八字啊。唔能安尼，要几啊套咧？命运那决定伫你的面貌，这个红啊头啦，你的面型做甚物款？哦，面貌也给你说明，所以就面相就走出来。唔能安尼先，手也给你说明，
首相就走出来，男的女正，吼，你唔知捌去封相首相啊无？啊，上厉害就是这个罗托西变字，这个生机变字发展两套，叫紫微斗数嘛是根据生机变字来，做榴莲嘛是根据生机变字来，过来咧四条腿命法嘛是根据生机变字来。啊，所以吼，当话底讲，恁若要做命运的奴隶，较去算命相命。若要去做命运的主人吼，都唔通信这套啦。若要做时间的主人，都唔免看日看时啦。啊，若要做土地主人，嘛免看风水啦。迄风水观了真含。风水这套理论吼，是根据这个亚热带、甲温带、甲处寒带的地理环境，底下来创的。这套风水理论，那提起南非、提起纽西兰、提起澳洲，完全拢破功。唔相信我讲一个简单的原则：，伫这个北半球的风水观，人讲厝，吼、哦，中风得水。啊，哪要中风，都爱尻川头五北，啊，坐北五南，啊，坐北五南，南风上好，上温暖的风，坐北五南，所以吼、哦，较袂灌北风。特别上厉害的这个方向，东北风，迄鬼门关呐，未使用东北风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风水简单的理论。这套理论呐、啊，提起纽西兰、澳洲、南非联邦，是啊，你起厝呐，甲坐北五南哦，逐年、逐日、几年通滴都寒甲半消失，吼、哦，上寒的就是南风，唔是北风，啊，颠倒变嘛，啊，所以这个原则，咱得有科学的常识去想啦。要做土地主人，唔通看风水，特地土地都好，啊，即马无风水通看啦。迄公寓起起来，啊，管台你啊，木金水迄土，什么什么迄落，啊，你若买，你较来，人你卖买，连帮嘛乌白台啊，那有啥物风水可言？啊，大家嘛安尼活甲足好，像我就好啦。我讲我咧，阮讲过往的时，家庭经济要足好。伫台南近郊买一块墓地，即摆伊个墓要看会到，要足好。但是足不幸个咧，二次世界大战，啊，规拢炸了了，拢破功去，连老爸也死，老母也死，三叔也死，阿嬷也死，我煞变孤儿咧，啊，甲两个大姊。啊，战后咧，遐个人临时要台，连刻墓牌，因为战前连迄个墓牌刻名都找无师傅。用这个茶，用这石头做记号，见老要去找拢无啊。所以我拢无风水呢，我要去看风水，要去扫墓，找无呢，甲找一个公啦定。啊，阮公死的时候，我还袂出世啊，我嘛唔捌哩。啊，我都活甲足好嘞，哈、啊。啊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啊，真简单的嘞。我八岁吼，都已经许多人都已经无伊吼，但是我受过三年的日本教育，确定我甲小我讲一下哈、啊。所以。这款的观念，咱唔通迷信啊！宗教往往台湾的宗教就是受道教影响，搁一个上佳的。谢主任老师，刚刚会播恁看一套这个图片吼，介绍台湾的众神。上佳的吼，就是台湾人所信仰的神明，拢对中国来哦。这确定我会去补充，贪了脑钱吼。就想要去中国进香，啊，佮国民党我袂甲你宣传，讲我们是中国人啊，血浓于水啊，是啊，像颜清标迄就是啊，啊，就带人去安尼湄洲摕新台币，甲人起庙，吼、啊，甲人安那样，吼、啊，啊，所以台湾的神明真中国，啊，所以这个灾大煞无当切断，啊，这唔对，过来台湾的神明吼足帝王化。啊，咱是一个民主社会，你我是国家的主人，土地主人。但是咱说百姓，天就是玉皇上帝，拢帝王啊，无咧民主哦。啊，三界讲叫做三官大帝哦。啊，上帝讲叫做嘛是迄个北极先天上帝，帝了了。关公叫做关帝哦。啊，后王爷一大堆，拢帝拢王，所以咱的庙吼、哦，为什么？建起拢袂当起现代哦，起个翘一个，啊，啊这翘一个庙，啊厝顶都爱砍下档，啊庙翘一个有真侪传统艺术，叫做粘帘哈，粘帘，啊讲较紧叫做粘帘啦哈，有香帘、香烛对着日头哈、啊，有香帘
啊，对一个双峰，对一个雷峰塔，啊，有双连对三仙楼公阿庙，你看这个庙，为什么起安尼先？啊，着连挑，吼、哦，啊，着一个，啊，一个，迄、那个火顶做足悬，迄就是因为伊叫做迄、那个神叫做帝王，伊所带就是王宫嘛，王所带就是王宫，甲迷你化着着，甲缩小、缩小、缩小的迷你的王宫，就是咱的宫庙啦，宫甲庙。啊、所以你看去现代化的物件，这新民都，这古早人的新民都唔把哩，伊不要大，啊，用公寓大，伊不要大，豪宅大，伊也不要大，永远都大迄，咱起的迄个庙型迄款的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啊，哦，这就是咱所看的到，这个民间信仰的情形。当大家人的宗教心，特别台湾人的宗教心，拢足可取，这点咱无可厚非，完全甲肯定。那问题是台湾人。服侍神明，拢分类啊，分类。我漳州人拜漳州的，啊，漳州人、泉州人拜泉州的，客人拜客人的。你若研究台湾史，你就知。伫清代，台湾人吼，拢足无和平的，为着利益冲突的关系，拢伫庙口操纵顶，啊，烧台冤家，啊，死的啊，甲服侍到庙内，逐间古庙都有迄个分类海度，族群分类度，死的人，互人拜伫遐。所以神明无同款的族群，安尼登山过台湾，已经来遮，啊，佮带这个吼、哦、有登山公都无登山妈，咱的血统拢混合吧，要佮袂团结，就是宗教影响啊是一项拜足侪神的，吼、哦、袂统一，哦天公无当统一这个台湾人的心，真晦气，因为这是多心信仰毛病。佮来台湾人的一个大毛病，三条香夹起来吼。哦就是求平安，天目修求我家己哦，我家己，唔是求别人哦。做就也是做我即种的了。你若做就较接做咧，会当做甲，互台湾建立一个法律帝国，台湾共和国，我完全赞成做就。唔是咧，做就是地方性的咧，干那顾家己。所以即款的宗教影响下面，无得人缀做一个生命共同体。哦，安尼咱有了解无？哦，拢真迄落啊，上食力的吼，就是。道教、占言派所影响台湾人的命运观啊，命运你上命拢顾家己啊！啊，我的命底偌好，那是我家己的福气啊！啊，你的命底做歹做乞丐，那是领导的代志啊！这款的观念也无得当和一个民族缀做一个生命共同体啦！啊，啊，所以上命拢顾家己，啊，这个民族哪有希望？你若讲上一个命，吼、啊，和台湾人会出头天，咱加减啊上，无可能嘛，唔是咧变这套。所以这是一个真通思考的问题，因为我感觉吼，一心的宗教不是安尼的，一心的宗教会团结，因为因神只有一个，啊神就是天父 Heavenly Father， 啊人类就是伊兄弟姊妹，啊所以伊的命运观是集体性的，一个人艰苦，众人社会爱个同情，哦，一个人受苦，大家人爱个同情，哦，啊一个人若快活，哦。帮赞无的吼，啊，有好也帮赞善的，这叫做生命共同体理念。台湾人无，拢用命底问题来解决。台湾人第一自闭的时间，哦，因为我较少年时不是咧做民俗调查，台湾人上自闭的时间就是做酒。做酒的时阵，迄庙边啊，也是空地，拢过去食了，吼，去食了。啊，逐所在去食来，拢不要紧，逐日都有通食。啊，人家去本人来好哩，啊，这个意外拢无啦，就是因为宿命论的因果啊。你命底歹，啊，你现世报才会做乞丐，哈，啊，你出世做目睭青盲，瞻仰矮高，啊，现世报才会安尼是这不够的影响哈，真晦气。所以宗教信仰选择才是真要紧啊。迄那选唔对去吼，等于乌白拉啊。其实你我是命运的主人，后来。啊，当民间信仰，我是简单安尼讲，吼，要阁足济嘞，吼。过来，咱所期待佛教，佛教是一个伟大宗教，但是佛教足复杂。基督教伫台湾有107派，佛教伫台湾我看500派以上，一间死一派，啊，一间死一派。啊，声闻法师，啊，慧觉法师，迄中国派。啊，正言法师一半一半，较我台湾至少人付伊钱，会伫花莲去一间租借大学，
吼，啊，佮住一个养院，啊，佮即个 hospice 即个安宁疗护做甲袂歹，吼，不够真复杂无？不够真复杂，不够的基本教义讲三合一，诸法无我，诸行无常，涅槃寂静，啊，这是原始不够的讲法。现象界的我，感官所看的我，毋是真正的我，我是轮回来的啦。正是要得甲一只牛咧，啊牛吼替主人，主人安尼也是讲真乖，啊即时甲变作人，啊后即时毋知要变啥物，我毋知影，照你的行为啊来去转世，有一款的看法。啊，诸行无常，时间无常啦，所以得涅槃，涅槃啊，涅槃寂静哦，将生命消灭，无过进入轮回。迄轮回生命拢是苦的啊，因为生命的过程有生老病死，苦袂了吼，不过就是款的讲法。啊，若要解脱，只有一条路吼，爱三皈依，皈佛啊，你我做会当到。皈依法，研究不经佛法，你我嘛做会当到。第三就是无法度啦，大乘不够。归正，离开家庭，斩断俗世，这个因缘做离苦和尚，嘿，这不是普通人做得当到。当然啦，这个男团不够就较好，男团不够，这个男性和尚会当出家还俗，出家还俗十遍啊，因为无人会当甲你度，只有你靠你家己。大乘不够比较较含，所以这个宗教吼，不是千篇一律的，啊，所以不够。影响的下面吼，不够伊伟大，就是因为亚洲人太可怜，所以这个人生道果观的教义足吸引人，所以真侪人看破世情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正，哦，这无可厚非。当然啦，不够伊伟大的点，但是不够后真大的缺点。不够伟大的点，就是伊菩萨道，哦，像讲观世音菩萨，伊发愿人生的苦难无煞。伊唔成佛，即伟大，无你杀得话话啊！地藏王菩萨，地界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即耶稣的精神，最好。小心不搞无哦，小心不搞那出家就是罗汉，一世人出家无转来，爱成佛，伊无菩萨道，大乘不搞有菩萨道啊，八段不搞有哦，真复杂。当然西藏的不搞，因为受印度这个Tantrism。这个性的崇拜影响，所以即马足侪人拢咧个批评，拢咧个骂，其实骂了吼，有呾伤过无公德啦吼，哦，因为伊迄都是无法度啊吼，都是有受过这个传统信仰影响，所以有这双修法，用性行为当一款修的方法。道教嘛有啊，道教帮中术就是迄套啊，哦，就是迄套，哦，即我唔免讲真侪啦吼，你若有趣味，你家己去研究就好，哦，所以佛教算起来也是足复杂，但是佛教，互咱一项。足歹足歹，正规的规，正道的道，吼，即款的因果业报的观念。我安那讲足歹呢？我捌问过佛教的朋友，讲恁吼，恁安尼，对这个诸神事业做了足无积极，痴迷啦，小鸡巴币啦，摆卡啦，佛教的财力遐尼大，为甚物唔爱用高精英？有啦。人团不够有哦，唔爱用一寡只迄落哦。伊讲啊，迄是现世报哦，迄现世报，迄可能吼、哦、做工作嘛，也是爸母歹积德，才会生一寡残障的囝。安尼，啊那安尼生吼，残障的囡仔，爸母都听袂落。人咧食白饭，伊咧食臭生饭哦。啊，无咧为着伊，食哩麻痹，走路都无好，也无为着做较功夫的路。车也无咧为着伊了，过去是安尼生哦，哦，所以这个因果业报的观念，唔是拢总对，有一个协作作用无唔对，你爱做好事，但是一旦若出现一挂只人生啊、哦、真可怜的现象，都乌白乱啦，这现世报啦，啊这业障啦，啊业障啦，解决现世报啦，解决啊就好势啦。我捌问过一贯的领导真人哦，嘛是安尼我回答。所以吼，因为不够太严格，讲因果业报，讲涅槃，人听无嘛。所以台湾上兴旺的不够是甚物？净土宗念南无阿弥陀佛的，不够是无咧祈祷哦。原始不够是自力主义哦，哦自力要解脱，只有我家己来努力，别人袂当替我解脱，啊是安尼生哦，哦。但是忽然间变作祈祷不够。日本哦，更加趣味哦。日本一个念经不够哦，哦，恁捌伫这个
殡仪馆看人咧，宋先生南庙人客叫，南庙人客叫，念经不够，南无妙法莲华经。啊，伫台湾是南无阿弥陀佛哈。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符号才是好啦哈。啊，迄才是真伟大的理念。南无就是皈依啦哈。阿弥陀爱加一个阿弥陀佑甲阿弥陀佛，两甲变名词啦，意思是无量光甲无量寿啦。啊，对空间来讲是无量的光明，对时间来讲是无量的修，就是基督教所讲永远活啦，永生。皈依无量光佛，皈依无量寿佛，叫做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不够干呐，唔甲你解说咧，干呐，藏一个南无阿弥陀佛，害一个学生啊，乌白想。哎，南边南边无一个阿弥陀佛，当兵才有，佫唔是啦，迄是种个符号啦，哈，符号伟大理想，哈，就是皈依。永远活的开悟者，不，不是什么神哦，不就是一个迄、那个已经开悟的人，看破人间哦，苦乐哦，苦乐人情世事的迄个觉者，或者不。啊，所以咱伫遮吼，在上课，那咱讲台湾地位未定，啊，咱法律建国，咱都拢不啊，哦，大理我拢总幸福。伫政治上，咱是一个台湾建国的不，也不得啊。哦不是什么神，所以不够、哦、不够。伊的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是有迄、那個，但是不够问题是不够的灵魂观念。哦、我咧讲这个宗教的原因就是原始不够，讲三法印的不够，无灵魂。哦，请恁会记哩，恁若有研究佛学的吼、哦，我无白讲，因为我捌写过不够的册，我有资格通讲这個。原始不够，人死，迄、那个存在体叫做中阴身。简单叫做色心，这个中阴身上近七日进入轮回，上慢七至十九日进入，所以这个做功德跟这个有关系。伊无灵魂嘿，照你的生前的因果业报去转世去轮回嘿，净土宗忽然间够超多啦，超多也不够是有灵魂哦，有灵魂啊，有灵魂都一个天堂。净土中的天堂，直到西天极乐净土世界啊，所以信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袂歹咧，甲基督教同款有天堂通去咧，哈、啊！啊，我有去调查讲，到底净土中的天堂是做甚物款？看来看去，我足失望的，一间大庙啦，几啊层？哦，恁去佛光山看就看有。啊，我暗时回想，死后要去这款大庙的天堂，要去创啥？啊，逐日在咧念经，我挡袂掉，哈、哦，就是安尼死那定哈。后来，这就是不教的这个讲法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宗教历史上经过真长的演变，有哪会脱线脱线啊？不是拢总真正统啊？这是一个对历史的观点来看，就是安尼先啊。后来，但是比这个更加厉害，咱要休困无？还是要继续？继续哈、哦？你敢知影台湾有两款的儒教？你讲国民党，我即卖要倒转来本地啊，这无讲我挡袂牢啊！我昨看见阿扁啊吼，转去咧，甲张五吼咧做头七，伫遐咧跪拜，我看了足艰苦。你毋知心安那想啦？阿扁啊是代表台湾人全体，毋是因一家代那定，就是咱所面对是一个恶极的政权。政治金光党在管台湾，才有这款的悲剧。咱所受的教育，想甲咱讲，国民党主张讲宗教分开，我甲咱讲无，足夭寿骨的，用两款的宗教在甲咱麻醉咱的头壳，地搞咱头壳变空空。第一款就是儒教啊，我讲到儒教啊，台湾的儒教有两款，一种叫做国家儒教。State Confucianism， 一种叫做 Sectarian Confucianism， 教派儒教，还是民间儒教。民间儒教就较单纯，民间儒教是以儒为宗师，以神仙圣佛为教导诶教理。啊，这就是乱堂啊！啊，乱堂有真侪派，金堂派、龙华派、先天派。哦，啊，搁有啥物一时堂、啥物堂、啥物堂。啊，一贯都也是民间儒教。理教也是民间儒教，天地教也是民间儒教，天德教也是民间儒教，
拢总是红万字花道院，也是民间主教，这拢是以儒为宗师，以神仙圣佛为教门的，叫做民间主教。但是请咱来记住，台湾有国家主教呢，咱的国家主教，迄孔子庙，全国25县市，要到20间，政府起的呢，用什么人的钱？用咱的税金。伊的祭奠当时9月28到四节，什么人是祭司头？总统哦，9月28啊，带头的就是总统。总统若无出面，内政部长爱做祭司长啊，祭司长。伊所用的行李是牛羊猪哦，台湾人唔敢杀牛，台湾人足尊敬牛的，因为牛是一个主要农耕社会的生产的工具，真尊敬牛，嘛唔敢食牛肉。这牛肉的文化是以后战后才有的啊！啊，牛肉古早时代是山乡人的食的啊！啊，所以用牛羊猪的服侍。啊，跳舞的人呢，跳的芭蕾舞的人，一类生，那是小学的学生，高年级的，就是中学的学生哦。啊，刷落去，伊用这套是咧创啥？是咧甲咱麻醉咱的脑筋。我无讲孔子无伟大，孔子足伟大。但是孔子一代是2600年前的伟大，有教无类的时代，因是封建帝制的时代，吼、哦，这真好。即嘛是咱所受的教育，甲2600年前无共款啊。咱比孔子的时代较文明啊，哦，是安尼先。哦啊，孔子迄套，互政府利用，啊，所利用的教条就变成学校的两款的这个大教条。第一个教条就是素位礼仪廉耻，啊，礼仪廉耻这儒教的物件哦，2600年前物件提来这里教，啊，叫你带有礼、有仪、有廉、有耻，唔通惊一街头反抗国民党是咧教佚佗，哦，啊，结局迄、那个马英九拢礼仪廉无耻，拢633拢骗，啊，这拢事实，啊，刷落去搁较食力，就是用迄、那个甲时代脱节的教条。叫做八德，和学生在读。啊，八德，忠孝仁爱，信义和平。我甲咱讲，民族国家有咧讲忠无？民族国家唔免讲忠。民族国家立国，纳税人就是国家的主人。民族国家是咧讲责任啦，讲 responsibility， 无咧讲 loyal 和 loyalty， 无咧讲忠。忠是公务员，领咱的哦，咱的用咱税金领钱的人，军队爱忠于。国家忠于人民，公务员爱忠于国家忠于人民，唔是像即摆安尼乌白鹰啦，马英九乌白鹰咧监视小英，啊，啊利用国家的资源咧叫人去选哦，哦，马英九要连任，唔是这套啦，因为咱是主人，所以民主国家是讲责任政府、责任公民。你既然有选举权，一票代表你的尊严，你就好好照你的决心。来选择适当会当让台湾安全甲平安迄款的人，较对，唔通受钱左右，啊，搞无人格。那受左右的台湾人是奴隶性，才有啦，啊。所以用这套咧甲你补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啊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拢是封建帝制的思想，一忠孝仁爱，啊。我唔是讲叫人唔通不好，都爱有孝，孝敬父母，这是应该。但是你孝道是咧孝道，父母孝敬父母官咧，吼、哦，迄款咧孝吼，你我都无都通领，通接受。所以用安尼，母甲一挂学生，煞精神错乱啦，吼、哦，选择性的错乱，唔知要安那样，吼、哦，如何是好？啊，这就是开始咧给你煮麻醉剂。所以吼、哦，国民党咧讲宗教甲政治分开，迄种骗人的呢，完全是骗局呢。伊利用孔子来咧麻醉人心呢，迄是国家宗教呢。上清楚的就是甚物？因为政府有用一个院长级无院长五院吼，佮加一院啦啊，孔子院诶院长级的诶薪水，请一个孔子的吼，叫做大圣至圣先师奉事官孔德圣。唔相信你去查，看这有影无？哦，用咱的税金请一个国家宗教诶。诶，总祭司头咧领导，啊，所以这条舞来到的已经舞66档啊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今年我足注意的，
到伊二伯，啊，台南市长到底有咧做控制无？嘛有啊，嘛有啊。哦，伫个体制下面嘛安心部。我会记得我伫二十年前就写一文章，国家主教可以休伊，啊都无人要听咧。哈、哦，唔免有国家主教，迄、那个麻醉人心、科技时代物件，国民党摕来用，就是叫你来做乖乖票的选民啦，哈、哦，较乖咧，唔通惊一街头，唔通反抗政府，是佚佗安尼先，啊，甲咱脑筋世界安尼。聪明的拢变呆去，来，这就是国家主教的毛病，真晦气哦。还阁有咧，还阁一个宗教阁较吃力，这个宗教就是三民主义教。啊，咱遮读过大学的人拢知影，对高中开始读国语教。啊，我为什么讲伊是三民主义教呢？阮咧做比较宗教学的时，共产教阮就要做比较，叫做 Marxism， 马克思的福音，阮在做比较。哎、啊，你三民主义这无够看啦，无够看，所以台湾那定宗教的条件，咱先来甲做一个定义啊。宗教的条件，第一要有经，要有创教者，是不是？第二要有经典，第三要有信徒，第四要有神啊，神观啊，啊，第五得个要有世界观，甲拯救观。那用这款五个原则来套入三民主义教，吼、哦，未好未滴。国民党统治台湾，就是用这招来咧麻醉咱的子弟，甲麻醉你甲我。我嘛以前嘛是戆戆呢，迄若要去香港中文大学受高级的训练，我嘛拢戆戆戆戆。中党顶爱国，爱国顶中党，要阁是安尼先，因为我唔是党员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我多唱的是党歌，吼、哦。他、啊、说：“看，伊只是党旗啊！哦，啊，咱咧不明不白，哦、这确定我阁讲。后、哦、来，三民主义教教主就是孙中山。三民主义教的圣经，三民主义啊、哦，三民主义教教条，国父为教。三民主义教的信徒，国民党员。三民主义教的神官，蒋介石就是神啦、啊，领袖万岁啊！啊，讲着蒋介蒋总统，我得立正。”民族国家哪有这套啦？绝对无啦！啊，三民主义教有做礼拜无？吼、哦，伊有世界观无？有拯救观无？伊的拯救观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。啊，伊世界观嘞？伊世界观嘞？啊，就是统一中国嘞，尔啊，就是统一啦、啊，啊，就是马英九用骗的讲九二共识这套，唔通安尼更加食啦？就是把咱的囡仔麻醉甲聪明的拢变阿呆。周会、月例会就做礼拜呢，所以周会在中山堂吼，李大兴唱伊迄条冬瓜唱唱的吼，但嗯，孙中山行三个礼呢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啊，啊，就连皇帝铁骨呢，一致力国民革命，凡事四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啊，你有看的经验无啊？啊，刷着都花口号呢，花口号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处变不惊哈。啊，安尼啊，台湾囡仔嘛安尼戆戆啊，对话啊，就是安尼先。啊，那是蒋介石神的生日的，哦，孙中山的生日，有那得唱赞美诗呢，啊，我们国父说唱革命，我听下哈。蒋介石的生日嘛得唱赞美诗呢，大哉中华，代之先人呢，那个这完全拢宗教化，啊，宗教化，这就是三民主义教，用这用安尼在来补。哦，不学台湾人，安尼聪明台湾人，大家都变阿呆。啊、哦，刷落去，就国家观的问题啦。因为有这两款的宗教在台湾，所以吼、哦，咱所站起的台湾无国家，咱唔通想讲咱有国家的，咱敢那有家国的呢？无国家，因为孔子迄套 familyism， 孔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伊是讲。讲家庭嘛，家庭主义嘛，中华社会嘛，啊，啊，这个中华社会为什么国民党遐爱借孔子？就是讲我这个吊带拍出来，我是革命政党啊，啊，啊，我这个吊带江山是我的啊，所以没有国家，只有家国。干那我这个国家干那我会当做总统，阿扁做总统就好你死啦，啊，安尼呢，家国无国家，所以这个儒教影响的下面。只有家国、啊、老子当总统，儿子要当啊，蒋介石甲因囝就是安尼先
啊，这就是家国。啊，家国甲朝代有关的，这是我的朝代啦。无民主涵养呢，啊，即摆吼朝代阁落去伫马英九的身上，这是我的朝代啊。啊，你小英要做总统，是用尽所有的这个政治资源啊，甲你打压，甲你丑化，吼、啊，甲你侮，就是安尼生啦。咱敢看袂出来？我相信以前咱看无啦，就是安尼生家国。所以吼、国民党这个国家观念无资格。通伫世界上讲，我是伫 nationalism 国家主义，无伊无资格，因为伊无 nation， 伊只有 family state 家庭、国家、家国、江山呐、啊，江山哦，即款观念咱得个爱知影。啊，用党甲你母母咧到底，党口就套套国口，国口就套党口。最近真侪代志，恁敢看袂出来啊？庆祝因中华民国一百年，中华民国哪有一百年？乌白片嘛，乌白片，用32亿，放一个烟火，用32亿，农民伫遐闲闲餐，啊啊，种无吃，伊袂用遐去补助，啊，母两暗的戏，啊，梦想家，甲你用2亿3，那钱是啥物人来？咱的税金呢？啊，国民党一年赚偌济？台湾人在了钱，在无通食，在无头路，哦，那无薪假一大堆，人因一年赚29亿的股利呢？有在条当赚29亿的股利，那要1000亿都无可能啦！哎，恁看有无？所以莫怪吼，莫怪你糟蹋阿扁啊！敢那因吼，党因党国的人吼，会使做总统。台湾人做总统哦，啊好好，我的江山让你抢呀，啊我中国拢无呀，好好好，马英九我要让你和阿扁死得很难看，搁怎样？甲关千外只人呢，请你会记得，哦，伊是总统呢，全世界嘛无安尼生，一个牛津的总统是台湾人给你糟蹋到这款的程度。我甲恁讲，伊毋是糟蹋阿扁哦，糟蹋你我台湾人，你敢无这款的感觉吗？所以我的愤慨就是伫遮。伊咧糟蹋阿扁，就是糟蹋咱台湾人，干迄个白差机啊，吼，袂夹钱啦，听。啊，所以这就是中国的问题啦。哦，所以国库套中国，全世界无一个政党像国民党遐济钱的。民主国家哪有这套？伊讲要党产归零啊，这马英九讲的，有无？没有，拢无。所以这个问题吼，咱来觉醒啦。咱若未醒吼，台湾人死好啊，有影。我从10几年前就写篇文章，最后一句讲：台湾人死好，搁这有影，搁这嘛要死好，哦，要未醒啦，要未醒。啊，你我吼，啊，你我是有醒的人啊，所以咱较坐伫遮啦。哦，我来讲到这个时阵，啊，咱，互咱清楚讲，国民党是用两款的国家宗教来给你侮，来保护伊的政权。唔是用民间信仰，唔是用道教，迄是利用啦，听，啊，唔是用，吼，唔是用这个佛教，迄是利用啦，听，是用三民主义教，以及用国家主教咧甲你舞。所以我当民主无，这 democracy 伫台湾，咱要出头天足困难。这若要互伊，甲塞去粪扫堆吼，台湾人足歹出头天，哦，这是一个事实。过来吼，有几个观念啊，可能啊，我爱甲咱分享一下。咱你讲孙中山是国父，这完全是错误。你若研究历史，台湾当时和日本是1895年，完全放弃，哦，完全做日本的领土。国民革命，因迄党的国民革命成功。是甚物人功劳？孙中山啊，毋是袁世凯，袁世凯新军，受日本训练的这新军，哦，恁看历史就知，哦，啊，武昌伫迄个辛亥革命成功，1911年10月7日，迄个孙台湾是甚物人的领土？是孙中山的啊，毋是国父的啊，毋是日本的领土，请你记得，1895。完全清国就放弃台湾，这给你日本的领土。1911年革命时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。
过来，第一任正式所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，中华民国这个名相号的江炳麟号的啦，中国这个名什么人号的？杨克超号的啦。这两个名要未出现以前，叫做支那啦 ，China 也是中国，这不对啦，是支那人啦，所以免叫中国人，支那人，新啊、钦啊、支那人，啊、哦，是这啦。1912年1月，伊就什么人做正式的总统？袁世凯。那讲因所谓中华民国有国父是袁世凯啦，唔是孙中山啦，你对无买做啦？啊，那安尼先，国父这个名号是啥人个封的？咱知影吼，吼、哦，这讲起来话头长啦，可能这个郭牧师会甲恁讲这历史啦。咱知影。孙中山，阮世界做迄个孙，孙中山足唔惯的，跟他做剃刀，全国剃刀局的局长呢。朱熹有十六只的火车，足水哦，足豪华。哦，朱熹太后的，伊甲接收来。哦，孙中山安尼怎，伊做剃刀局长，全国的，伊讲要拢要予伊开剃刀，中国就进步。啊，坐火车安尼，规年冬天都阿咧游山玩水，再一天伊的无聊。我先来跟恁讲，这不是胡白讲的嘿，我袂使讲白贼。几啊只车厢拢载一挂中国的美女，吼、哦，安尼夜笙歌，天天风流，吼、哦，是安尼是十六只的火车，迄真豪华的火车哦，吼、哦，安尼啊，坐十月日，你讲袂使咧，我讲这铁全国铁路局的这总局，这袂满足我的权力欲啊，怎二次革命啦？我跟恁讲，二次革命的时候，日本人。对第一次甲第二次帮助你偌大呢？恁来研究这历史呢？第一遍非洲革命死一个日本人呢？日本人有参加孙中山的革命呢？所以国民党咧抗日，那是亡因背义呢？哦，第二次革命日本人有帮助，有台湾有几个总督，所以吼、哦，孙中山一生有三遍来甲台湾，哦，这是在公告家。1900年，孙中山第一遍来，住伫北部一个银乡，李春生就是台湾第一号知府，你毋知捌听未？伊个有钱哦，甲林本源会向个主人林议员同款遐尼好个，是伊长老教会信徒李春生长老，伊个洋行互伊住，因为伊毋是一个人来，一群人来，当时。日本总督唔知桂太郎还是什么人，嚯、哦，我那是真勇敢 support 呢，啊、哦，多少月外日呢？伫台湾1900年台湾多少月外日咯？嘛是同款风流，哦，因为洋行迪化街迄、那个古早洋行，隔两条街就江山楼嘛。啊，李春生是一个基督徒，看因迄阵人安尼，大暗就去江山楼咧啉烧酒咧风流，挡袂掉。哦，啊、好啊，最近加咧啊，后来伊要搞革命，互伊去啊，啊，那奉献足济钱哦，你准先至少10万以上的钱，互伊帮助革命，日本政府也有哦，啊，就离开。后来中国革命成功的时候，伊就做铁道部长，就迄、那个无法当得到迄个权力，发动二次革命。阮这个就甲通缉嘛咧，啊，你孙文你去反抗我，就甲通缉，通缉的孙，伊个走来台湾。1913年、1912年是正式袁世凯做，不是临时大总统哦，正式总统。再来等经过，啊，嘛是各界交代，日本的总督嘛是各界交代。但是迄个时李尊生唔插伊啊，因为这风流鬼吼，无下基督徒的这个清气想的迄落，唔插伊，怎住伫台北车头附近一个宾馆，底下住。无一个月就去去日本，日本是伊的避难所。啊，日本人嘛是足甲招待呢，伫遐住三年外呢。你知道娶一个日本某啊，佮生一个私生子，哦，就迄个时间啦，哦。后来伊讲嘿，袂使咧，我是搞革命，我是第一代生的呢，我得过来等下广东变革命，第三遍的革命，得等下广东，结局有哪无成功，第三遍佮走路。嘛是日本人甲保护呢。1918年过来台湾一遍，哦，第一遍1900年，第二遍1913，第三遍1918。迄个时阵，
伊经过台湾的尔，日本总统也无啥物差别，你这老啊，你讲你搞革命，第一遍我着拒绝日本人有$200亿协助伊去革命买武器，哦，啊第二遍嘛有协助伊，哦，一挂朋友，哦，像头三万吼，顶人，哦，肯用给日本前的首相拢有帮衬伊，哦，第三遍来经过呢嘛是走日本倒来呐，这遍互日本人看破，讲你这根本是。孙大炮，你是革命游民嘛？革命游民，啊，所以迄个孙那无歹势歹势，但是好，迄个孙拄一个苏联革命是1917年成功，列宁得势，啊，这个人吼、哦，那是真野心，无做头袂用力啦，啊，所以就安尼，1918来，1919待一年，啊，较无一年，也是迄个时间，展开时间我唔知道，就转去挖苏联啦。第三遍革命无成功，就挖苏联。那苏联真欢喜啊！1919，吼、哦，1920，苏联就帮助你建设这个红坡军校。这红坡军校完全武器什么，教官拢苏联来呢？完全拢苏联来，这你唔知知影无？哦，完全拢苏联来，周恩来就是政治局的局长。第一面的迄个甲孙中山，甲孙中山是1925年死去。1920几年在红坡军校成立的时候，22年还是23年，哈、哦，任明蒋介石做第一任校长，规个拢挖苏联，日本创个袂记哩咯。当时共产党的势力已经有，满洲国也已经成立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挖苏联啦，啊，挖苏联，啊，孙中山1925死了后，伊要挖的时候，无人称伊做国父啦，到1940。中国的势力拢挖蒋介石，迄个时，蒋介石为着要对抗毛泽东，对抗日本的势力，对抗汪精卫，汪精卫是足可怜的呢。咱说他汪精卫是汉奸，对不对？汪精卫是挖日本的，蒋介石是挖苏联的，这历史你拢唔知影啊？对抗汪精卫，赶紧啊，将孙中山当作国父，将冬瓜当作国瓜。将孙中山东湖，你若讲孙中山是国民党的东湖，我绝对无反对。你啊，恁的东湖提来做国湖，我反对。所以你唱的这个国歌，那也是国歌，党歌嘛。三民主义五党所中，我这基督党的人，我都不是三民主义党的咧。哦，啊，你唱这条，哦，唱到安尼头壳歹呀。啊，我都不是党员，我咧唱这条。哦，啊，党旗歌啊咧变啊咧变国旗歌，就是安尼先来。1940年。哦，伊甲红叫做为着咩咧？啊，1945当年战争就结束啊，是安尼先来的啦。啊，所以若讲台湾，哦，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，那是明军叫蒋介石来占领的呢，暂时的军事统治。台湾唔是中国的呢。啊，所以讲宗教，讲到这吼，先说，互恁知影讲，依赖台湾就是用两款的宗教咧，甲你压迫咱台湾人，互咱台湾人头壳空空。啊，这我想着讲，甲我日本时代咧读册同款。我日本时代有读一年幼稚园，读两年国小，六岁就读幼稚园，七岁读国小，啊，八岁的时根本都无可能通读册。我住高雄市啊，全部拢空室。我的时代吼，有哪有皇帝崇拜啦？哈、啊，交好是天皇啦，哈、啊，反正爱迄个年仔仔吼，爱去。迄、那个国家新道教吼，啊拜神社吼、啊，我伫高雄拜寿山的神社，即款的经验我拢完全有啦吼。关、啊、迄个孙拜一嘛是同款吼，有一个因为伊是日本人吼，才是伫1930年代以后军事统治较开始对待人拜啦。以前对待人才是足好，咱来讲公道话吼，即、啊、叫做 militarism 军事统治的孙。啊，阮有哪有？有拜神社不打紧，搁在念皇帝典故，所以我印象最深就是我小学的时见拜，我在当兵哦，当兵出去的所在啊，唱起面家有料，在西街的啊，起面家哟，西街的啊，90多一个呢，啊，然后安尼起来啊，因为我今年已经75岁啊，哈，要未满75啦，哈、啊，算75、啊，所以这款的经验我拢有。啊了后，教导主任就捧一个下去，足水的下去哦。
内面更皇帝这句，盼我校长先生、科教先生，阿来念，哦，进我摩尼，我甲科所科所的念这啦，念这哈，啊，然后了，校长无氛围哦，哦，拜袂使念掉去，然后入去教室，教室在画考核，我得人类拢提起袂哦，啊啊，人类的对敌是美国甲英国，啊，所以第二个考核就是天龙一甲万载安尼啊。啊，才开始读册，哦，这是我小学的经验。啊，我印象中是讲，哎、欸、呀，战后吼，是不是改朝换代啊？这仪式拢无安尼？哎、欸，三民主义搞过来啊，即马换到唱三民主义无党所宗啊，唱了后，人我是西街的一边，即马佫惊三个呢，加两个，一级公再级公三级公，五神中山。啊，所以嘛，念爱念皇帝的句呢，以前是念进欧摩尼，我甲咳嗽咳嗽，你嘛说意志力、国民革命、凡数十年其目的，在即中国自由平等。新皇帝崇拜又开始用安尼咧甲你变啊、哦，所以要讲台湾的宗教吼，再无讲我挡袂掉啦啊、哦，就是安尼生啦，安尼生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是爱觉醒啊，这是我的经验。二八我嘛是心力激进的人啦哈。中国人的野蛮哦，实是足不停的哈。因中国人来到台湾，统治咱是超土匪统治秀才的结果。当时咧枪杀人伫对枪杀呢，伫各种车头的头前呢，只有是土匪才安尼去做呢。你要枪杀人嘛，得爱较偏僻咧，唔当刺激，唔是台阶架高。这嘛是同款乌白舞啊，啊，同款乌白舞。这马英九嘛是继续乌白甲你舞。你台湾人袂使做总统，要饲予你死，哦，用动用所有国家的资源，哦，啊来咧给你饲。所以我讲遮个吼，做私人啦吼，下面咱要有时间，互咱较忍耐咧。不过咱中间会当出去，即马我过来看，啊，我过来看，看台湾人咧信啥物，大概要有40分钟啦，哈，啊，要咧信息，啊，这个台湾人咧信啥物，啊，对咱所信的对象来做一个批判，啊，啊，这是第二部分。啊，好，咱看坐伤久，不过咱会当自由活动啦，哈。那就是讲，啊，后来台湾人心目中的至上神，咱电话小甲切一个，就是这位啦，玉皇上帝。啊，这个玉皇上帝安那来？道教。当时吼，庶民无资格当拜天公呢，天公是帝王咧拜呢，叫做和天上帝。这个名对得来，对道教好的啦。啊，道教。一个道士叫做张仪世变天公，哦，啊，所以人台湾人为着安尼，有那认同这个玉皇上帝，人是天师地样，千算万算，唔着天赐位，啊，啊，天是人背落落，人是人一支骨，因缘天注定，唔是每人靠靠行，就是认同这个道教所讲的天，啊，所以道教的道士，诶，道士头叫做天师，就是对这来，但是这是读册人伫拜的玉皇。啊，民间所拜玉皇下面迄张，哦，恁注意看，民间所用毋是安尼信仰，是帝王的造型哦。哦，来，搁过去，一个皇帝皇帝无，啊，两个人，咱咧用冷气啊 ，air condition， 伊要两个女比那个下风比咱较浓哦。哦，啊，这个玉皇叫做天公，玉皇上帝就是这个，就是一个造办，表示讲伊顶面要有一个搁较大的神的，对嘞。啊，帝皇帝无穿杨丽花，戏台顶迄个皇帝的衫，哦，我会当穿西装伊袂啦，啊，天公人家穿西装，就毋是天公啊，啊，所以咱说拜神哦，足隆哦，足隆哦，哦，对这个造型你来，哎，咱看比咱较隆哦，啊，佫足中国的，啊，民族国家拜帝王的神，你心理上你的潜意识佮下意识都无法度当民主化，和迄个威权缩死。不要做这个土地主人，哦，这跟这有关系。我来个过，啊，因为伊是帝王，啊，帝王唔是专灵的神啦，啊，是古早人变的啦，所以爱两个秘书，一个左相，一个右相，一身叫做南道仙君，观星，南道主星啊，北道主星，迄，那个乌面呢，下面搁一张乌面呢，啊，这个北道主星，拢穿八卦衣，可见台湾的神受道教影响真深。我来个过，这些神明哦，拢爱受天公通知，像一个帝王嘞。啊，天公唔是全能的啦，唔是西方迄个 Almighty One 的神，所以一个观天，一个观地，一个观水。观天叫做
叫做什么？三界公吼，三观大帝哦，迄个上元天官束缚吼，这管天的；中元地官下罪，这个管地啊；下元水官解的啊，这个管水的啊。三清啊，就是对这来，可见天公不是专灵的神呐啊。啊，上元的生日就是正月十五啊。中元的生日就是七月十五，所以庆赞中元，不是咧祭鬼啦，其实是咧拜迄个中元地官、下元水官，改十月十五，吼、哦、好。台湾人就是讲，太阳是一个神，伊是公的，还有一个母的是月娘嘛。太阳神君，目睭三蕊哦。照古早人的观念，天神目睭拢三蕊，所以三目羊睛，迄天神。啊，那是三蕊目睭伫地下的咧，就是妖怪；伫天咧，就是神啊，就是天神啊。伊一个某哦，即款歹人哦，生三蕊目睭的畸形的人叫娶某，叫做月娘嘛哦，下面迄个月，就是月娘嘛，叫做太阴娘娘。查甫的叫做太阳神君，查某叫做太阴娘娘。我问恁，即款人哈，即款神明做翁某有可能无？那真实有可能做红宝，世界末日了呢？太阳甲月亮相碰，遐会得宇宙大灾难啊呢？所以这款的红宝吼，才是足可怜的，侬永远都袂使做伙，袂使做伙。啊，这甲咱讲起啥物？古早人因为这天文地学无通，日是看到太阳甲变作公的，暗时看到月亮甲变作母的，两个甲摕来相斗，变一个红宝，欸这不是我刻的，台湾人跟今天是摇来拜太阳神君、太阳娘娘，好，够贵。台湾人看去天空的单雷，雷公，看去做风台，做风台是这个风神乌白一啦，这个形风机吼，会了伤大，台湾就做风台。啊，雷公，你甲看伊鹰角嘴、龟牙面、牙波头去擦啊，波头较擦啊，这个声音较尖。来走，无会讲死人。啊，若是擦个弄过，咚咚咚，哦，这袂讲死人。伊个脚是鹰脚脚，这叫做雷公。啊，传说雷公近视一千度啦。玉皇上帝吼、哦，叫伊讲歹人，见敌拢敌着好人啦。哇，头壳足疼咧！天公讲安尼也使，啊，从我家送一个布，讲以后吼、哦，你雷若要跌落吼，先互你看较清楚咧。伊个某叫做四那伯啦吼，哦下面迄张啊看卖，哦这个叫做四那伯，摕两个镜先照落去，互你看，啊你甲喊落去安尼，这违反这个自然不利的原则啦，是大声啊，在小拍电呢，吼、哦，唔是大声有光线呢，是小拍电，大声接触到光呢，啊、哦，古早人都唔捌咧，所以做一个吼、哦，做一个四那伯，我讲大声有光线。啊，较有声音，电倒变啊！所以雷公电母、风神巫师，摕这个火红咧烧啊！今仔日吼无雨啦，昨甲昨日吼拢一日乌白烧烧烧烧，啊台北都沙沙雨沙沙雨落袂停啦！吼、啊，我要压砸死，就是巫师咧作怪。所以雷公电母、风神巫师，就是天神的一组。后来个人你看到这些，就知讲台湾的女神吼无一个善的。哦、所以恁这女士唔免惊散嘿，啊，哦，到点半，哦好，台湾的神明哦，爱肥肥，女神爱肥肥才做神，散的袂做神，所以恁免烦恼啊，哎安尼肥甲亲像安尼巴肚膨出来啊，后来个过要十分，妈祖婆是伫古早的台湾海峡的救苦救难，伊的部下就是千里眼神明，证明讲妈祖婆目睭近视，妈祖婆耳孔重。就需要千里眼神龙呢来帮忙伊。今仔日千里眼神龙呢已经不咧举武器啊，手提两粒金元宝哦。即马即身妈祖婆变成财神妈，唔相信你去西丽妈祖庙，甲即个邦桥妈祖庙看，变成财神妈提金元宝哦。后来个过，但登山过来人成功啊，台湾地歹行去，就靠一个卫生署的署长级的神。保生大帝来帮忙，所以保生大帝这保安宫吼，的确拢有大都公庙，一定有油签，
有专门南科、陆科、小儿科，我来个过啊。台湾是一个海岛，惊船人吼，交通工具是咧惊船，惊船，吼足惊沉船，吼、哦、来拜水仙尊龙啦吼，可以顺利吼、哦。啊，水仙拢总有五个，啊，下元水官大有一个，吼、哦，啊，天官是尧，啊，雾啊，这个地官是舜，啊，这雾、个、是水官，佮过这个屈原、五祖师、王勃啊、李太白，五个都变。保护台湾啊，人咧行船的水仙，就是对遮来吼、哦。好，这种古仔传说性甲历史的人物，个鬼，讨海人拜四海龙王，为甚物爱拜四海龙王？因为讨海人所掠的鱼虾哦，竹哦啊，沙白鱼，迄种总是啊乌暗层，迄种是拢是海龙王的兵啊啦。啊，你甲掠了了吼，看伊的特别一挂兵马，互你掠走了了，伊面的乌乌，就甲你算数。所以讨海人得个爱拜海龙王啊，海龙王呵，个鬼！台湾人真注重这身官底呀，哎，仁义礼智信，生理人会修我心。台湾这个官底也写得真大，台南市的隔壁有一个叫做官底庙，一间官底庙，这叫做官庙乡。啊，这个官庙乡哦，有闹一个笑话，以前长老教会一间教会伫啊。写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关帝庙教会，食到来耶稣甲关帝庙拢做伙，即马甲建议讲无改做迄落啦，改做新丰教会啊。好，各位，上帝讲收龟蛇啊，龟代表鬼，蛇代表蛇，七千剑劈蛇的神啊，因咱看较紧的吼，讲时间到吼、啊，来各位啊，这身是赵伯神赵君。秘里赵家边咧监视查某人诶，有歹心肝无？专家啊好啊歹无？啊拢不是咧甲天公造歹话啊！正式上天出一个日，叫做当时啊，十二月二四上旬，就是即身的作怪赵君啊，赵君啊，即附近人吼，那是冤家红冤枉，伊讲你卖冤枉我。赵公公三日上一遍天，告诉讲这个尿杯啊神哦，三日打小报告一次，你不要冤枉我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民间信用里面有尿杯啊，吼，这款的宗教足可怕。后来尿杯啊，赵公，各位，台湾人拜白团结就是拜这个乡土守护神，泉州人拜功德尊龙吼，这看较紧的啊。泉州人拜清水祖师安溪，吼、哦，泉州人阁拜阁过，拜吼保义大夫，吼、哦，还阁一个保义尊龙无肯伫食，吼、哦，阁过，吼、哦，泉州人拜有龙山寺所在，伫个拜一身，吼、哦，观音，因为这是毋是佛教的，这有开公点案，这是民间的，啊、哦，好阁过，漳州人拜开漳圣王，阁过，客人拜三山国王，阁、哦、过。个拜一身新埔移民庙，活动保障移民。即清康熙啊，52年、52年、53年啊，帮战清朝官军对抗台湾的革命运动。历史上第一大的这个革命运动，就是林爽文的革命运动。伊若卖来，吼台湾独立啊！啊来咧，啊所以规定条有写一篇讲，清朝官方所放的移民是台湾人的这个，要怎讲？的叛徒啦，哦，台湾民族的叛徒，就是清朝官方的移民，啊，后来就是中国佬就对了，吼，话袂得啦，安尼人家骂到要死，啊，事实是安尼先，好，各位，这是职业的守护神罗班，甲罗班夫人，啊，这个卡省神书，各款职业都有守护神，各位，这是做土水师傅的守护神何业神书，即身太子爷，哈，后来各位，这是。帮咱人做媒人成功，的这个月下老人公啊，好，各位啊，这身叫做回光啊，回光回报再会换到的啊，这一个穿开卡可爱回童，这足可爱哈，各、啊、这一对的哈，各、啊、位回报压水啊，对不？啊，这是女回童，再会换到啊，就是啊，结婚未生爱去找因啦哈，好，各位。后来要生后生，要生查某囝，伊注定的，叫做注生娘娘啦吼。啊，这个提脚桶咧洗囡仔，
即、这个亚加都咧登载，佮两个左三书伫遮，即款诶迄个新民介少看，吼，过。后来啊，当囡仔生出来爱抱食无腰，即、这个囡仔吼，想看到即个，怎讲台湾的老母的伟大，互老母吼囡仔食奶，啊，得个囡仔忘奶咧，刻甲足趣味的吼。啊，有十二抱食，啊，有三十六抱食，即、这个抱食无，抱食无好。后来，若是怀孕啊，爱啊个生产要安全，爱拜三奶夫人，单奶、林奶、林奶，单奶是单靖姑，林奶是妈祖，哦，啊，李奶，台湾较无名，安胎安产的神就是七仙来个鬼。啊，若要生后生，分会同住，爱靠伊个鬼。后来，若这个个生未出来，爱靠七仙，哦，叫做摕只纸，摕一个经，开经断经入去，强迫老母的子宫，互你生一个囝。叫做送上惊神，不是提钱哦，提只住，住就是字啊。即身若生不出来吼，就去信耶稣啦吼。好，来个鬼，后来啊，这生出来了，就是住生娘，七娘妈的照顾，就出世到十六岁，七娘妈生也是拢爱拜个鬼。啊，咱囡仔大汉要读册，考会得来拜文昌帝君吼，这拢有分类的吼，个鬼。王爷哦，王爷足济吼，台湾的王爷，百鬼神360种来个鬼啊！太子爷即马和阿菊姐个阶级武装吼，以前打风火轮，即马骑斯库达啊，咧表演哈、啊，这真好，袂歹哈！来个鬼，后来这是这个杨头庙啊，穿红衫代表南方，饼点火，这东方迄个甲一木中央木基土哦，太子爷就是这个面哈。啊西方金星跟北方人归水，所以这个颜色跟这个木金对的都拢有关系哈。好，个鬼，这城隍啊，城隍会造型审判神就是城隍。好，后来个鬼，后来城隍庙有这个第一分局局长七爷哈，个鬼，第二分局局长八爷二类哈，拢有哈，这是警察神哈。后来个鬼，啊，这阎罗王啦哈，阎罗王啊，东岳大帝，伊管十殿阎罗18地狱，后来个鬼。这就是十殿阎罗王的造型，即身就是地藏王菩萨啊，地界救主。来，过来，单靖姑辟邪的神，的女神。单靖姑在台湾的势力有哪足大，特别南部三奶派啊，就是这个啊，个鬼。这就是我所讲的，人死迄、那个七魄留的，就是骨头。骨头子孙啊，无人解管，啊个合合做就来拜，叫做东归所。这积善业，树林积善业，东归所。哎，死吼要没完没了呢！啊，即摆挥发了吼，变恢复都无代志啊，一挂皮拢啊消失了了，都免去拜啊！哈，好，来动物崇拜啊，这较容易了解啊。倒边讲的正边买的吼，这才是买的。好，个鬼，虎牙啊，这宜兰翕的哈，个鬼，地宫啊，新埔翕的哈，好，来羊连羊啊，这那新埔翕的。爱都甲做生意啊，去互伊食薰，啊，搁在割乌目镜，迄较创治啦哈。好，后来拜牛，哦，这动物崇拜，搁过，哦，拜马，啊，赤兔马，关公的赤兔马，动物崇拜，搁过，拜狗，十八王公只狗，来搁过，拜蛇，法师咧吟迄个蛇头法师，就是这个哈、啊。好，搁过，拜李吉，西江啊，王爷庙拜这個，哈、啊，好，拜石头，石头公。搁好一姓黄哦，这黄九公，来搁过拜青啊，安平翕的，一青啊公啊啊啊，这是传说人物反过，这是历史上无啦啊，身为历史化就变作神哦，这真费气，搁过后来再拜这个八卦祖师伏羲，有拜伏羲，再搁有拜神农，下面迄顶的神农哦，神农啊，搁过黄帝伏羲、神农、黄帝拜了了，这拢传说神的。历史上无一款的人物哦，个鬼。后来，这上可爱土地公甲土地婆，土地婆这全台湾哦，土地公甲土地婆的人口比台湾人口较侪，2300万才超过。因为参头参尾土地公、黄头黄尾土地公，每一片芒的边啊，就先土地公，就土地婆嘛哈。台湾偌济芒啊，偌济芒啊佛啊哈。后来个鬼，这是土地公庙啊啊。后来个鬼。这是宜兰私立宜兰病院的土地公、土地婆、院公、院婆，连病院都有土地公哦，个鬼！这是个礼拜长的土地公，
屏东的内埔，好，过过，好，这将军啊，将军吃鬼的这个鬼王哈，过过，后来冲击神书啊，这六粒目睭哈，坐骑神书过过，这济公无即款的花香，我啉烧水食狗肉，也会做花香，迄只有小说写会出来哈。来济公活佛，到这天跋筊人的守护神，因为伊会72变，哦，过过。拜地八戒就是风流神啦、啊，古早吼，若要拜地八戒，就安尼念呢，修修呀，修修呀，卡翘翘，面翘翘，保庇大帝来进条，来空空去戆戆，摇到古阿翁暗路敢行，到背唔免惊，爸母面唔通听，无惊家讲的就食怕听，就是即身。这伫倒呢？伫台北市下海城隍庙迄边呢，一个坐一个徛呢，吼、哦，袂好袂滴哈。这较加台湾嘛，呢黄色泛蓝。台北霞海城隍庙，好，各位，罗马神啊，罗马神啊，你甲看罗马神，你甲看下面迄张，哦，头前赤灵赤凤，连角头都修好成角头爷啊，好，各位，这爱钱的财神爷啊，好，各位，聊天顶呢，也去乌青手穿，这是做安怎？聊天顶无用手穿啦哈，啊，来聊天顶。过来阿神师迄款，阿神师做师的去看行这个神，来个鬼啊！吼、哦，有够袂好袂滴，拜蒋介石啦！啊，拜蒋介石，高雄总统讲功，二八的元凶也咧拜，台湾人真正是真悲哀啊，头壳歹啊！哈，好，来拜这祖先啊，好，个鬼。台湾的庙吼，三款宗教的神拢在内吼，儒道三教拢和平共存啦哈。但是即马进步加五教大同，下面你咧看麦吼，都要结束啊。来，搁过迄张，你看耶稣嘛入庙啦，这耶稣啊代表基督教，这老子代表道教，释迦牟尼代表佛教，孔子代表儒教，穆罕默德也阿拉伯兼提古兰经代表伊斯兰教，咱所讲回教啊，所以吼。台湾人吼、哦，造神运动的领袖，拢无咧想的历史，有通拜就好，有通求平安条件就好，这拢事实。来个过，耶稣啦，耶稣，这个是徛的耶稣，最后一阵是坐的耶稣啊，好、哦，来个过，坐的耶稣，耶稣甲九天玄女、下人尊公拢是好朋友，这就是结束哈。安尼，互恁了解台湾人的这个宗教心真放任。但是这神吼，这神，若要享受台湾人的香火吼，嘿，来有灵有声哦，无灵无声吼，我那给你摆一边啦哈。啊，所以北港妈祖较香，啊，新港妈祖也袂歹，啊，台港妈祖也袂歹，台北妈祖迄庙在咧关网啊，无啥人要去啊。啊，过来吼，这神足中国的，啊，所以拢要去中国进香，头壳歹啊。我甲恁讲哦。台湾妈祖是保护台湾法律建国的妈祖呢，中国妈祖是帮咱共产党制造飞弹咧弄台湾迄个妈祖，爱甲分落开，分落开，毋是一个呢，啊，台湾人头壳歹啊咧，拢去遐咧进香，哦，这唔对，当然这历史讲起来还佫足济，哈，啊，所以吼，台湾咧，台湾要做神哦，像人遐尼困难，你着予伊满足伊的所求。上帝厉害吼，就是大家乐，就合彩神，救命牌若未到一遍，原谅伊哦。第二遍就去甲错，第三遍吼，对，无啊，摕一角袋啊，一身一身掠来。你第一遍我了10万剁手，第二遍了20万剁脚，第三遍害我倾家荡产，拢无啊走去，查囡唔插我，甲你破做平啊，迄条角。哦、所以在台湾的社会不是人歹做，心明就很歹做。所以吼、哦，互恁看遮吼，这是互恁简单了解一个台湾的宗教现状。上吃力的就是国民党所咧利用的，这个国家主教、甲三民主义教，甲咱麻醉人心，咱来注意吼、哦，啊，咱来觉醒。哦，多谢大家进来吼，这两点真久，多谢。谢谢李正。今日，小姐。